张小穗，一个18岁的女孩，多好的年华呀！今天的热搜你看了吗？恒石集团董事长性侵女学生。你知道背后的真相对不对？这就是个捞女。20万，开始。对于王世明来说，强奸这个词根本就不成立。有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，有很多材料可以佐证。王世明带走了张小穗。你想做什么？做点有挑战的事儿，也需要舆论的关注。王世明啊，什么身价呀？他轮不到我们来为他做主，你想想后果。如果你不希望我成为下一个张小穗的话，你把那条视频删了吧。张小穗可能我第一个。我要让王世明出来。东市的贪官，把握都潜伏在水面之下的。先把风波压下去。追加投资，双倍。我不是你的娱乐工具。还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。他会不惜一切让你闭嘴。你会替我讨回公道。你不要再妄想把我们家庭拒绝。我要把它挂在热搜上，游街示众。可以签了。